第一次碰到巧克力酒是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是体育组的，那我们老师教我们一个小时而已哦，认识巧克力酒啊，很快我们就会了，很简单，因为这入门很快。大学四年之后，我毕业了，去彰化教书，洪允长洪校长在彰化，我第一年在大成国小，就是看我们年轻人来说，你们愿不愿意学巧克力酒啊？那时候校长讲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听的啊。我当然说校长没问题，嘿，好。那校长就说，那这本书你拿回去抄一遍，因为这个抄写我知道什么叫巧克力酒了，我全部都了解了，你懂吗？一边抄一边知道，哎，这是巧克力酒啊，有什么特质啊，什么什么，我就全部了解了。所以抄那一个对我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抄完之后我就会带巧克力酒队了，而且整个因为那个是校长的训练计划，他自己写的手写稿，那他整本愿意给我拿去比赛，叫我抄一遍，他也证明说到底我有没有这个心啊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想要推这运动只有几个点，第一个是这个运动台湾世界第一啊，37年了，从来台湾不会有运动说从你第一次打世界杯到现在你都冠军啊。第二个是很多运动都在冲撞啊，冲撞一冲撞完蛋了，你跟家长解释就解释不完。那我们这个运动的好就是它有跑有跳有接，所以运动量是够的，小朋友真的在动会流汗，那但是重点就是他不会受伤，他不会受伤对老师压力相形下就小很多啊。那当然家长也愿意让小孩子去动啊，因为现在小孩子都很胖啊，又不想要动，但这个运动的本质会让他想要动，因为他很好玩，它是设计过的游戏，它是一本200多页的研究报告。那第三个当然也是自己觉得也是身担一个责任啊，接世界的会长，接亚洲的秘书长，那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教大家。巧克力球它的整个攻击动作，我就觉得很多运动就没有像这样子的动作。对，而且是透过网子来反弹，然后跟增加它的难度。就网子的话，因为它网子又是斜的，那你要怎么去透过姿势跟角度打出那种哎，那种球你要高要低，要在左边还是右边，那就觉得哎不简单，那很就是值得去挑战。少了所谓的运动上的肢体接触，像很多运动它都会有一些肢体接触嘛，那相对性的它的受伤的比例就会偏高，而且你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伤害是很严重的，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受伤你就断送了以后的职业生涯或是运动生涯，甚至对于你平常的生活起居跟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大家都不喜欢练球啊，因为练球其实有时候是比较枯燥乏味，所以练习的方式要让小朋友觉得有趣，那表示那才会就是成功啦。所以有时候在一开始的训练上，我会比较让他们感觉是在玩游戏的性质，因为毕竟现在是小学阶段嘛。那小学阶段他们就是还是小朋友，所以玩心都很重。那你要怎么透过练习的模式，让他们觉得是在做游戏，这样子他们也不会有压力，也比较轻松，那在学习会比较快。所以他们自己会利用时间，他们会自己去玩球。可是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因为他们表示他们是真的喜欢这个运动，而不是只是为了打这个球，只是为了说哦就是练球，因为他们是真的享受这个运动。小朋友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他进步得很快，因为他一开始嘛，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出现瓶颈，那每个小朋友的瓶颈期跟状况都不太一样，那我要怎么去克服它？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它不像，因为是团体运动，它不像是个人运动，单项运动。那单项我就只要把一个人处理好就好了。可是当你是团体的时候，一个人每一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那我要怎么把他们每个人的状况都调整？因为当初我是选手的时候，就自己我们自己会去比赛。那自己去比赛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是没有教练指导的。那变成说你自己是选手，你要怎么去兼顾到训练？那我觉得无形中在这样加上那一段时间的累积，变成说我之后转换成教练的时候，我会更好的上手。对，那如果你有揣测，你有曾经有遇到瓶颈、遇到困难、遇到障碍，等到你突破之后，你那个经验的累积，那个经验值是相当可观的。你在跟小朋友教导的时候，他们自然而然会比较容易能够听得懂你要表达什么。沿着这条黄色的线。
像有一些你可能说的个性比较浮动的小朋友，他可能比较好动，比较爱玩的那一些，他可能在班上可能是就是比较老师头痛的那一种小朋友，但是他可能又很喜欢打巧固球，所以这个时候教练我觉得就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一种要求的角色，因为像之前有遇过也是类似的小朋友啦，像其实他很喜欢巧固球，但是他在班上表现他不太爱读书，然后规矩又不太好，这个时候我当然教练的我当然希望他每一样都可以持续的进步了，你不能说一下子要求他考试要前几名之类的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会用巧固球来要求他，类似用软性的威胁啊，就是说你如果表现不好还是怎样，我这个礼拜可能就禁练你，让你禁练，就这个礼拜你就不能来练巧固球。他有些那个小朋友，那个特殊的小朋友，他听到这样，他那个礼拜的表现其实就也不能说表现到非常好，就老师跟我反映说就持续有在进步。对，所以其实对教练来说，因材施教吧，我觉得因材施教非常重要，因为有些小朋友你用这种软性的威胁他可能不理你，但是有些小朋友利用这样的利益互换，他可能就会懂得知道怎么去取舍啦。体育是真的从小就一直很常在接触，我国中的时候梦想就是当体育老师啦，或者是当选手，但是选手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困难，所以体育老师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做起来当然有时候是真的很累，但是不是心理上的累，是身体上的累，因为我觉得做事情你如果是心理上的累，可能做久了你可能就没动力了。这个运动我觉得可以最主要带给小朋友就是品德上的教育啦，我觉得品德上教育对小朋友来说，以这个阶段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因为其实你球打得再好还是怎么样，小朋友个性如果差掉了还是走偏掉了，其实到后来要拉回来其实有点困难，所以在这个部分上，因为就是巧固球的教育就是可能打到要跟对方说对不起啊，或者是我们是没有身体上的碰撞，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礼让之心啊，最简单的礼让的之心，就有时候看到球队小朋友他们那种自发性的礼貌上啊，所以就会变得让我觉得这是我带巧固球这么久，这大概四五年来我觉得让我也学到了一部分的原因啊。因为他们从国小就有开始，那如果到他们国中愿意继续的话，我们就提供这个机会。那我是希望训练出的学生就是云文云武，会读书，会打球，运动跟学习不抵触，而且它是正相关的。我们体育班学生的成绩平均起来都不错的。想让自己变壮一点，然后又听说体育班的教书很严，会超体能，然后又可以读书，然后就想说还不错就进来了。有变瘦，不是说体重的变瘦，就是外貌的变瘦。虽然说体重有增加，但是我原本外表肥肥的，现在都变成肌肉了。我们第一次练球是超体能，下雨去地下室直接超体能，然后呢回去就吵着说我不要练球了。有时候就比较很累啊，就有一种想放弃的感觉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这都是成功必经的路。虽然说很累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就一起练的时候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又不会吵架，我们可以学到那个团队合作的精神。嗯，然后每个人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就是我们平常放松的时候很放松，但是很认真的时候就是非常认真。他一年级的时候，我二年级嘛，然后我是带他中岛，然后我带他就是我会扑接啊，去接球，尽力接，然后他就会一直学习。像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我也是就是，很逊啊，但是连个后排弱弱的球都接不住。可是后来就慢慢练，像子柔学姐学习，这样子就变得越来越好。开心，开心，因为很热血。对，团队很重要。就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气势一上来就非常热血，然后就非常开心。对，虽然说可能会输，但是都觉得
很值得。像他是队长，只要队长他没有来练球，大家就很懒散；只要他有来，大家就很开心。是风纪股长的角色，是不是？有一点算是。那你在队上怎么负责教他们练球？啊，不练就操他们体能啊。队长太凶了，就是他说你漏一颗球，伏地挺十下，然后漏第二颗球变二十，然后二十你前面十下加二十下就很多了嘛，你后面如果不行漏一球，然后又更多，然后你会做到负一零。对，我们有人都会这样，对，然后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球队风格属于比较凶的，就是练球的时候就是教练不太管我们，就是这一群。就是因为队长会自己管，所以很凶啊，也会吵架，会压力有，也是有啊。因为如果你带训练完，你出去比赛没有成绩，大家第一个怪教练，第二个怪队长啊，这就当一个历练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去想怎么打，战术的调度，你脑子就要动，还有你的姿势怎么样，你才能打到那个点，不然就是用你的一些假动作去骗人。这段用脑子去想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好。领导啊，就是你啊，你自己要先做好，你才能去把教队友，依每个队员的个性去用不同的方式跟他相处。假如说这个队员你凶他没用，那你就要用软的方式啊。如果你一直凶他，这样负面的效果反而会比较多。可能国三了要会考，就考试压力比较重，所以队长说他不打比赛了。然后呢，剩下的除了队长，我们这些球员是可以再打，可是缺了他，就他的没有他就不打了，全部人都不打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一批到国三就没有再打大型的赛事，四赛也几乎没有再碰。因为体育这个东西，除了你打到顶尖，不然如果你在顶尖之下的话，你基本上没什么生存空间，还是要读一点书，让自己的脑袋比较好一点。这样未来可能不打球还有其他出路啊。经过这个训练的过程，你除了学到体育方面的技巧，更重要的你的团队精神。哦，你跟人家打球的时候绝对需要有团队精神才能获胜。那第二个，你不断精进的精神，因为你要把球打好，你就会不断的去练习，不断的去精进。你把这种的心态用在你做事的上面。那第三个，打球的时候也需要有很多的创意，就是在球场上，你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做出你很多判断。那这些东西你带着走的能力应用到不是打球的任何事情，我觉得都很受用。你以后出社会不就是这样吗？你需要团队精神，你需要创意，你需要不断的精进，这些事情用到你出社会都一辈子受用。谢谢教练这三年来对我们的照顾啊，因为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，然后我们就是他那一年对我们比较凶、比较严格，然后也是因为这样，我们体能也变很多。我觉得就是教练真的很辛苦，就算礼拜六他还是要来下午来陪我们一起那个练球，然后训练我们。想跟教练说，他辛苦，因为我们毕竟三年级这一群基本上国小没打过，一上来就很辛苦，他要花很多时间来带我们，那我们要常常给他惹麻烦，给他生气，所以教练还是辛苦了。非常的感谢他，他不只是一个教练，他会教你如何做事、做人、做事的道理。他会一直，他觉得品德比你打球打得厉害还是输得厉害重要，所以他教的是品德，不只是秋季啊，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导师、心灵导师。谢谢教练。那我个人一直是觉得，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不外乎一个是品德，啊，然后一个才是学业，但是另外一个经常孩子会容易忽略的就是健康。这好像这个一个顶啊，这个顶还三只脚一样，啊，那当然我们有体育班，只是说特别他在运动场上要比较加强训练的强度，啊，那他要有比较
这个高深的运动的技巧，他要比较强的运动的体能。啊，事实上，纵然他不是运动员，他还是要顾好自己的健康啊。所以健康跟体育当然是一体两面啦。啊，不是说因为有体育班，我们才要小朋友注意自己的健康。哪怕是普通学校没有体育班的学校，小孩子一样要顾好自己的健康。国小有加入社团，有兴趣，啊，就有加入球队。刚升国一的时候，这个学校还没有成立社团跟球队，有想过要去换别的运动项目，可是后来就老师们有帮我们争取社团跟成立一些球队，就继续打球。四个主攻手，两个防守，一个跑中场。对，啊，我跟他是负责，他是一边左边，啊，我是另外一边的左边。多练习，从小就打基础，要知道那个怎么打，啊，会怎么弹，很多都一起从小一起打上。所以那边很多都是菜鸟的。对，几乎一批，我们几乎都是一批一批上来的。大朋友的话，他们已经从可能有从小学、国中一路这样练到高中了，所以他们的基本功或是一些基础都已经还蛮扎实的。但是训练上可能我就会比较要求，那我会变得会比较一板一眼，变成说我不会那么变成是游戏性的，我变成就是只是训练就是训练，因为他们成绩关系到他们的未来啊、升学啊各方面。大朋友之后，他们的自尊心会比较强。然后再来，可能他们一些课业上的压力，或者是有的因为开始青春期了嘛，有的会谈恋爱。那谈恋爱之后，有时候他一交女朋友以后，可能整个练习上啊，可能会比较心不在焉，然后容易会分心。对，那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要个别辅导，或者是了解关心一下他的近况。心理上面的那个成熟度多少会提升，然后会也出去看了很多世面。澳门有我们，就是有台湾的人去那边带，然后慢慢有在推广，所以会有时候就会来我们台湾切磋，这样就会多少会学到台湾的一些技巧，所以他跟其他国家比，他们是属于比较强，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位选手有到台湾读大学，啊，他跟那个北部的教练学蛮多东西的。所以他回去可以带领他们那些选手出来比赛。会想说自己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吗？会啊，可以领导队伍，要可以管理大家，要负起责任，不能那个推脱。他其实他们的实力都在他们之上，可是变成说他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，可能看的点跟面不一样，所以他变成说自己会对自己没信心。因为其实现在他们高中生面临的是其实球技技术都差不多，只是说在他们的个人的自我调试跟心态上、自信心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点。自己检讨哪里需要改进，啊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就回来做纠正，然后自己心里多少会沮丧啊，对啊，自己调整心情，再重新来过就好了。人总是会输嘛，对啊，就是不可能永远都是赢啊，反而是你要怎么去学习输，因为你输球才有你自然而然会有进步的空间，你就知道你还有很大很大的努力空间。可是当你赢球了，当然你会提升你的自信心啊，可是有时候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突破，缺点在哪里，然后人家的优点在哪里，等于说优缺点，自己的优缺点跟别人的他人的优缺点也都是要进行分析，让他们去实际的去了解。练习的强度也是循序渐进啦，一开始也是，要看赛季的前中后嘛。那前面可能我会要求的是在基本体能的部分，那到中后段的时候就开始可能是战术啦，还有个人技术的提升，然后小组的搭配，所以练习上的模式会开始改变。除了鼓励他们以外，就是要让他们增加一些对抗性啊、比赛性啊，让他们增加获取经验。那在经验的累积及胜利，重点是胜利，他们只要有胜利，他们就会自信心就会提高。他离开的时候，不要觉得我在这里空走一趟路啊，他可能是某一个学科很好，他可能是某一个艺文领域学得很好，
他可能就像我们体育班一样，他足球踢得很好，他巧固球打得很好。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回想起来，我曾经在初中、国中或者是高中那三年，曾经为了那一个我喜欢的科目，我付出过我很多的时间跟精力，那个会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回忆。未来是你们的啦，不要轻言的放弃。遇到挫折、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成长的时候。人没有一劳永逸的，没有说完全都是如意的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那你要怎么在这困境中能够获得重生？哦，那你只要等到你突破了之后，你自然就是成长。谢谢教练，平常这么照顾我们，帮我们找这么多资源。谢谢教练这几年的教导，对，也一直带领我们在巧固球上面，也给我们很多方面的意见，让我们也可以更成熟。希望可以拿个冠军。哪一种冠军？全国冠军。你呢？也是一样，就希望都是也是有冠军，然后大家都有好的学校读这样。两位都很辛苦，都在巧固球付出那么多，对，尤其是敬晨老师，对，他从小把我们就是培养得很好，到现在才有现在差不多能跟外面的选手有差不多实力这样。想到跆拳道，想到韩国。想到柔道就想到日本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想到巧固球不会想到瑞士啊，想到巧固球竟然是想到台湾啊。因为我去参加比赛，2000年我去看世界杯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不会讲英文，看到会场大家都在讲 Viva 台湾 Viva 台湾，我说 Viva 是什么东西，他说 Viva 是法语，他是威尔刚的意思，台湾很强，台湾强啊，台湾强。我听了之后啊，我自己跑到跑回去哭啊，因为我觉得在国外那么认可台湾，我们台湾那么的不认可，我是蛮难过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因为我要做就是要做好，但是这些心力其实我觉得谁都可以当会长，你如果愿意像我这样每天10个小时都在处理巧固球，一定可以很好啊，为什么不行？第一次10个国家去投票选我当会长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第二次18个国家坐飞机到台湾来，全部支持，也没有反对的。这8年来，我们只是想要帮大家这样的心态，我没有耍会长的官威，也都不会。我们就是努力把事情做好。我要交接给我的下一次会长，我的任内33个国家飞到台湾来开会，一样叫台湾，让台湾来接会长。我觉得要建立一套好的惯例，让人家去走。今天接这会长。是一个责任，他不是说住在那边觉得很飘掰了啊，或者是说觉得很有权利什么，我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他可能跟别人认知也会不太一样，啊，但是这个就是我自己执着的地方嘛，执着的地方，好啊，所以目前的话，我觉得我的策略就是我要从上而下，我先进入亚运，那我进入亚运之后，大家跟着我跑了，因为巧固球非亚运，很多的家长觉得说我打巧固球以后能干嘛？可以专心打巧固球吗？还不行。所以因为你打巧固球，你现在没有国光奖章，你不是加入 sport 后没有国光奖章啊，你又非亚奥运，虽然你可以打金牌，但是你非亚奥运当然没有机会去拿那好几百万了。所以当时这样的前提，很多家长还在思考。那我们毕竟小孩子是很喜欢打，但是有的时候也现实的考量。还有一个问题最比较严重是，我们没有专任教练来好好带他们。陆竹国中大概从以前到现在这8年来，我看大概换了5-6个教练了，因为大家去也只有上10节课，一节课360，一个礼拜就领3600而已，没有教练愿意在那边一直待着了，所以他就只好这样一直轮一直轮啊，找人帮忙找人帮忙，其实这对小朋友来讲也不是很好啊。目前我们有比较稳定一点的啊，那个教练这个早上在蔡文，那下午就是去一家陆竹国中去教哈，那毕竟这样子可以 cover 一些钱，那就比较稳定一点。当然也希望政府赶快有远见了哈，你不要等到进入亚运之后啊，让别人去得奖了，台湾已经沉默了，
有时候我2005年离开台湾的协会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台湾的协会，我很难过，所以我只好出国去帮亚洲各个国家。我第一站到香港，之后澳门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一直转转转，没想到亚洲都起来了，台湾还是在原地。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看台湾以前跟新加坡打，我们曾经100-10啊，但是现在在跟新加坡打的时候，第一节有的时候比数大概很接近了，我们看的都很紧张啊，所以台湾的优势渐渐不见了啊。那这个不见，其实真的需要政府再多给予一些重视啊，因为我们如果要进入亚奥会认可的话，对台湾来讲也是很好的东西啊。更何况这个运动那么的教育性，象征台湾的精神，我觉得也很好啊。